安全厚一点。金人哇太有趣了啊，这个已经很有趣了，用这个线条就要这样，就是如果这里这样，这里要杀下来，请住，跟他互动。金人多，多它造型很多，有横的，有各式各样的，看你们怎么玩。我想要写的是往这边过去，那我就把这个圆形的呢就改回来，就是跟上面的方向不一样。那这你要自己。要有一些算是造型的一个基础，你愿意去变它，它就变成你的。但是我没有懂也没关系，因为你只有碰到一些有这样的经验的人，你就会开启你的一扇门。啊，金人都不谈，不，我们可以用这个。啊，过来，然后呢，它是地面哦。底下呢是根系，把毛笔搅一下，看到哦，目的就是让毛笔笔尖不要散开。这样，就是笔尖要去玩它哦，不要害怕。然后呢，这个弹呢就反其道，这样过来，侵入，然后弹完，再下来，这样，很简单。然后呢，笔画都很少，我们只是想要描述他们之间的互动啊。就写到这儿，金，我今天好像没有特别提草书哈，人多，没有说了，不，啊，谈，一郎，这样，就是以。经文跟甲骨文综合起来的，笔画很少，然后希望它又可以描述线条的力量、质感等等等，来作为我们未来的核心。